竹田乡拥有丰富的客庄文化及人文故事，地方古迹景点与美食都独具特色。加上竹田通过国际慢城认证，近年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竹田乡来。为了推广慢城观光，平县府客务处自制双语导览影片，让国内外旅客都能透过影片了解竹田。目前现在已经是语言多元嘛，所以我们客语推广 不只是要融入我们的各种语言，也要 跟国际接轨。我们除了客语国语之外，我们也加入客语英语，能够让我们能够跟国际接轨。影片内出现的景点包含有竹田艺园、太美亲子图书馆、西式文笔亭、屏东县客家文化中心、六堆忠义祠、二轮村聚落、美轮村老夫子壁画、达达港等内容，以英语、华语及客语三语呈现，内容丰富精彩。竹田也通过国际慢城的认证，也是个遗迹的城市，很多国外的旅客也到竹田来，不管是他们开车来还是搭火车来，目前搭火车的也可以越来越多了。那透过我们在竹田的投入各种的建设，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到竹田来，尤其我们外国朋友对我们竹田艺园也感到越来越有兴趣，对竹田这个地区风土民情的话也越来越 越有浓厚的兴趣，也希望所以我们也是要透过双语能够让我们跟国际的友人能够透过直接的交流，让他们更了解我们屏东之美、竹田之美。期盼透过多语言的影片宣传，结合客务处推动的秋游艺园等陆续推广的活动，拓展竹田小旅行以及各项文化体验活动。另外，客庄文化导览解说员也纳入多种语言的教学及预约，期盼让海内外旅客都能走进屏东，来趟竹田慢城之旅，感受在地风情。记者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